一场比赛。Je suis pas entendre la sienne. Please press fine. Things you know to break.没有，喉咙有一点点那个，刚才吃了点那个喉咙的药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丁俊晖啊，选择黑球的左边这个球可以来进那个防守。在过往的交手记录中，丁俊晖10次战胜，10-2领先这个马克戴维斯。马克戴维斯是现在排的48位啊，1972年出生。丁俊晖是排在第10位。这本场比赛是本赛季丁俊晖第一次出场啊。阔别半年之后啊，丁俊晖不知道这半年没有打比赛，不知道手感会怎么样啊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你们会觉得今天的比赛最后的比分是多少啊？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来跟主播互动，讲出你的看法。欢迎我的守护郑国能回到直播间。丁俊晖在
过往的这个马克戴维斯，他是打散局比较厉害啊，他曾经是3次获得6红球的世锦赛冠军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啊！这个效果不错。母球的位置走得不错，但是上边上了一个红球啊，这样的话，丁俊晖获得了一个进攻机会，推进之后可以连接篮球。声音有点大是吧？我的声音有点小，我调一下。嗯，选择了绿球的连接，上手了啊！这杆散局，丁俊晖确实需要通过这些连续的击球来获得这个赛场的感觉啊，因为半年没打球了，需要熟悉一下。这杆球走小了一些，本来是叫这颗球啊，现在只能打这颗。这角度，我现在声音 OK 没有？打进之后，粉球叫到。嗯，有点向下的角度。这杆球，黑球的点位，看待会儿什么时候把这个黑球点位打回点位啊！高杆一库，哇，这杆球失误了，还是有点手感，有点生疏啊。戴维斯可以选择一库来叫篮球啊。嗯，选择了打上边的红球。这杆球有点舍近求远了啊，他可能觉得这个球的角度太大，选择了打这个，但是留的角度不是很舒服。嗯，这球形还是有点乱啊，想要完成一杆制胜是比较困难的。义薄云天说啊，是半年没打比赛，但是每天有练球，练球和这个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戴维斯，马克戴维斯也是啊。马克，哇，
两位选手一上来手感还没找到。能不能看到这颗球啊？能看到这颗球就打这颗球的薄边，然后来防守啊，也不好进攻。这个球进攻的话很有难度啊，不太好叫球。看能不能选择了进攻啊。这个容易打薄啊，这种球。果然打薄了一点点，还在失误的容许范围之内，挺好。黑球有下球，但是是一颗薄球啊，推一库起来。马克戴维斯对于丁俊晖这次的比赛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对手啊，从实力排名都是啊比不过丁俊晖，而且在过往的交手记录啊，10-2，丁俊晖是大比分领先，这样的话打起来就更有信心。推库出来啊，只要比赛啊，丁俊晖只要每赢一盘，我们这个免费虎粮啊，抽这个抽奖，上电视抽奖啊，在画线百家直播间。16。这样的话黑球有下球就太舒服了，就可以围绕黑球来围黑了。大家知道丁俊晖的一个围球能力啊，精细控球是顶级的，可以高杆啊来顶一下这个红球啊，轻轻一靠，做定位的一个作用。就是借这个红球做定位，非常完美的一个效果。先把这个球处理掉吧，把这个球处理掉，黑球两边的袋口啊都有线路了。这球不太舒服，好像是这个角度比较好，但是有点后斯诺。这颗球手架可以，但是有点太直了，要发力的蹬啊，所以这杆球要考虑一下到底怎么打。哎，就两颗球都有一点小别扭，只要打出过百，咱们就抽球杆。哎，没问题，刚好啊，可以摆下手架。38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数。一库弹起一点，非常舒服的位置啊。45，对，有单杆破百的话，就咱们抽球杆了。只要丁俊晖每赢一局啊，我们就抽6罐这个薯片，行不行？包邮的啊。免费抽，所以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虎粮，待会儿跳转到我的直播间来啊，参与抽这个薯片，看比赛，吃着零食，看着比赛，多爽啊，多惬意的安排。中带还有向下的角度啊，可以，这杆球可以来连接粉球啊。打出破百的时候就我们就抽球杆嘛，不用着急啊。哎，这杆球要不要来顶一下这颗啊？顶一下这颗的右边，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叫这颗的，但是现在的角度啊，叫粉球叫不到那颗球。看一下丁俊晖会怎么处理。哎，就是来带到右边了，
但是带的太正了啊，他要带的这个红球的，就是一半一半啊，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现在形成了一个薄球啊，哎，已经超分了啊，已经超了1分，啊，好球，拿下本局了啊。57. 哦，对，我现在才超分，刚才少看了一颗红球啊。没问题啊，看来这个丁俊晖的手感还不错啊，几颗难度球都打得比较顺利。63. 嗯，直接拿下第那个马克戴维斯也是比较爽快，没有纠缠了啊。第一局，丁俊晖胜出。确实，今天丁俊晖在第一盘的时候渐入佳境啊，慢慢手感起来了。最终的比分是多少呢？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判断中，丁俊晖会不会打出大比分啊？5-0、5-1这样的比分可以晋级呢？对，哼，一根球杆飞走了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主舞台的朋友直接跳转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！这是免费的虎粮送这个6罐薯片啊，包邮的，你们不用担心付这个邮费啊。欢迎大家来薅羊毛啊！只要丁俊晖能够胜出啊，咱们都送。打出过百就抽球杆，好不好？今天安排妥妥的。因为了这个迎接丁俊晖，今天我们抽的是1680的球杆啊。好。主舞台种豆又开始了，刚才还在犹豫，现在下手也不晚。除此之外呢，点击直播间下方转盘 logo，点击分享获取抽奖机会，每天都可以免费抽。今晚呢，为了应援丁俊晖啊，主舞台还将会送出小米手机1部啊，赶快转发直播间。抽奖里边写的是4罐是吧？好，我们是6罐啊，6罐这个薯片啊，这个德国大师赛估计可以看得完。哎，这杆球能不能看到这颗球的大半颗啊？可以沉底。咱们写了4罐，就给你们6罐嘛，好不好？哼，这球右边这个球也可以做沉底啊，就母球往这边来放。哦，原来是打不到那个，
打不到这么厚啊，所以它是薄球回去，有一些风险。母球的落位还好，不错。这杆球马克戴维斯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啊，就是，哎，他选择好像是要进攻，从这边绕出去，比较低的杆法，比较低的杆法，这样来走。哦，打进之后这样母球不太到位吧？摔带了啊！怎么选择这个杆法？这选择是有点出乎意料。嗯，丁俊晖选了这条线路，就是开球的线路啊。打这种球的时候啊，记住要用点左边的旋转啊。嗯，打这颗球的薄球啊，两库可以回到这边来。嗯，哎，这杆的质量不错啊，这杆球的力量好像是稍微大了一点点，哎，还可以啊，坐上了。丁俊晖可以选择一库来解啊，两边都可以，直接这边来解也可以，两边都可以解。嗯，右边也是可以的。那喜欢看我画线解说的可以跳转到我的直播间，在今天晚上9:30中啊，我并不在主舞台，说喜欢我的风格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啊，来我的直播间9:30的时候我为大家解说曹宇鹏和墨菲的比赛。嗯，丁俊晖看一下啊，黑球右边这颗啊也是可以四库来做防守，也可以打这边也行，还是四库。哦，他选择了是两库来走，碰到了咖啡啊，这个效果一般，这个效果不好啊。现在主动权在马克戴维斯这边了，马克戴维斯可以，如果是控制的好啊，可以做一杆斯诺克咖啡球的后边。嗯，打后了啊。线路上如果是稍微薄一点点的话，真的是就可以形成斯诺克的效果。欢迎炒饭回到直播间，主舞台的朋友们啊，可以点画线百家直接跳转到我的直播间，我们正在这个虎粮啊免费抽这个薯片，包邮的薯片6罐啊，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薅羊毛。哎，带口球啊，带口漏球，但是这一杆马克戴维斯运气差点啊，环球挡住了这个带口球。薯片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。这杆球要防住这颗不容易啊，所以他如果是薄球两库上去的话，要打的要控得很精准才行。这能不能到绿球上边啊？到这个位置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哎，好像不错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绿球挡住了啊，漂亮漂亮。马克戴维斯这一杆的处理啊，可以有个评分，高的评分。丁俊晖，这杆球还不太好处理啊，这杆球怎么办呢？大家给他出个主意。嗯，选择这颗球啊，选择这颗球不太好走啊，不太好走，这个球不容易挡住啊。对，这条线路不容易挡住这一颗，应该还可以看到啊，应该可以看到这带口球。还好呢，就彩球不太好联系。
黑球和粉球都很难叫到啊，粉球看一下有没有下球。嗯，最后的一分半钟，这个六关薯片看花落谁家。打进之后，母球的落位不舒服啊，这杆球不能进攻吧？因为篮球是可以进攻，但是手架不舒服，身体下放一大堆球。哦，可以打绿球，可以打绿球，最好呢是能够放到这里边来，但是要打厚一点啊，要稍微打厚一些。Green ball. 哎，他打上面这个球啊，上面这个球是进攻了，上边这个球进攻也没打进。实际上，现在丁俊晖需要的是一个上手的机会啊，目前还是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复杂。中带这个球比较窄啊，可以高杆推，然后推进之后啊，绿球啊，来连绿球就行了，因为现在确实不太好那个连接其他的彩球，篮球的角度也不太舒服啊，向上没办法叫到向下的角度，反正推进吧，这进球确实有难度。这种进球的角度是比较窄的，这种中袋啊，特别在比赛台。好球，绿球啊，绿球能不能控制在这边啊？哇，这个看怎么走啊？哎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连接上了啊，这个球挺好。低杆一库能不能叫到这边来？低杆一库还带右边的旋转啊！哎呀，没有避开啊，没有避开这个，这母球的落位不好。也可能是可以打这个绿球来做防守了啊，如果是进攻的话，
进攻，因为是你高杆的话，可能和避不开绿球，我感觉也不太好连，感觉强行来打篮球要避开绿球就是好球啊，也很难连。我觉得如果防守会比较好，母球往这边来走。嗯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漂亮吧？嗯，大家想要跟我聊天儿啊，没关系，在局间休息的时候，因为我要专注划线啊，给大家划线解说比赛，所以你们现在弹幕我可能不怎么看啊，大家谅解一下。这杆球本来是有线路的，但是它下不了低杆啊，所以没有这条线路了，就会打出高杆的话会碰到这个红球，就这个球是没办法走。还真的没有太好的一个线路可以回去啊。哇，长考，马克·戴维斯觉得这太难了啊，他就想就是能够走到这个线路啊。哎，他选择的是直接这样来打，这叫躺平了吗？就放弃人生了吗？这漏了啊，这球。这球当时不好打，虽然可以进攻，不太好连接。丁俊晖还是选择精细的再去控制啊，再去控制。嗯，轻了一些，利用环球也不错。利用环球也不错啊，但是戴维斯可以看到这一颗，不是最佳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这老将呢，打那个尾局啊，打得比较好的，他比赛就是过板能力啊一般。他是3次获得这个6个红球啊，这个世锦赛的冠军。就上打尾局，哎，丁俊晖依然可以选择同样的线路啊，依然可以选择，最好是转这里边来。嗯，没有走到咖啡球上边，不够狠啊。不够狠，但是好像也坐上了。能不能看到这个球的薄球啊？能看到也不太好打。不会要打这个球的超级薄球吧？哦，这宁愿打不中，不能打后啊！一打后的话，那就母球就回不去了，有机会就留下好的进攻机会。这杆球确实压力很大。这杆球好像是漏了，漏了，但是打进之后啊，这个红球还是母球比较难控制啊，要下低杆，要下低杆才能这样绕出去啊，它杆法比较低才行。一旦不够低的话，就可能会碰到这颗红球啊。哦，还是选择防守，马克·戴维斯啊，江湖走得老，夏天出门穿棉袄，非常稳健啊，不冒险。
丁俊晖还是四库的一个线路，还是往这个环球上面去啊，学一杆高质量。好像是赛少了一点点啊，左赛少了一点点。祝他现在开启100金龙卡上电视啊，为了丁哥呢应援。这几杆反手啊，都是差了一点啊，就感觉厚薄度和赛的掌握还是有点生疏啊。丁俊晖还需要打多一点比赛来恢复自己的这个手感才行啊。就是像这个已经是四库开球线路啊，这个打了几杆都没有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。在丁俊晖手感，就是比较好的时候，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条线路。他比较擅长打这条线路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他的技术特点就是母球的精细度啊，绝对是顶级的。这个球可以这样来走啊。这杆球我看不出明显的线路啊，就不太好打。这杆球确实不太好打，能打这颗球的吗？这杆球，马克戴维斯也不好走。这个球形又打得比较乱，跟上局一样啊，又形成了乱局，这不好打，真的是不好打。丁俊晖这样的球形确实对于手感来说啊，双方来说都不太好打。看一下运气怎么样？哎。这个丁俊晖的球运比较好，又是上手了。祝台种豆还在持续进行中，刚才还在犹豫的，现在下手也不晚啊。除此之外呢，点击直播间下方转盘 logo，分享直播间可以获得免费抽奖的机会。带粉数越多，中奖概率越高，赶紧呢转发走那个走起来啊！今天晚上为了这个迎接丁俊晖啊，
主舞台还将送出小米手机一台。先叫这个左边这颗吧，不太好打啊。这个球形因为太全部是底库啊，全部是在底库这个附近，不太好连接。好，这样的话角度比较大，这样的话一库可以来这边啊，叫一个向下的角度。下杆球要 K 球了，下杆球要叫一个角度出来 K 球。哎呦，没打进，没打进，打后了。但马克戴维斯一上来遇到这个局面，真是头疼啊！真是没有太好的机会。这颗球还行啊，这个球应该还可以，这个球应该还可以打出这种线路。哎，这杆质量不错，看起来不错啊，看起来不错，哇，还好，塞少了一点点啊，没有完全跟这个线给重合。另外，我们这个本直播间啊，是由加倍左岸冠名。赞助播出的啊，所以呢，在四局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抽那个加倍左岸的马瑟兰啊，顶级的红酒，到时候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，试一下自己的手气。这颗球可以薄了。薄进的话得加力啊，母球最好是能够来到这边。咖啡球好像是有下球啊，咖啡球有下球，但是这红球连接哪一颗呢？要连接这边啊。哎，这杆漂亮，这是非常精细的一杆控制，远距离的一个角球，推进就可以连接到黑球。丁俊晖，看一下这颗球。先打黑球也可以啊，先打黑球一库，来叫这边啊。这是就是用力度啊，杆法压着的杆法就是有刹车的一个作用，避免这红球走得太，母球走得太远。13.
对啊，我们帮你安排的很好，是不是？喝的加倍昨晚的红酒，吃的薯片，住的百家，免费送的这个薯片，看的丁俊晖的比赛，多惬意呀！哼，这一杆球向下的角度不太舒服啊，这一杆球不太好叫了，因为这球怎么 K 呀？丁高杆来顶一下这颗吧，能不能顶得到？啊、哦，选择高杆啊、哦、来顶。效果不理想。41。哎，有下吗？没有下啊，丁俊没晖有下41。球，那就45分的领先优势啊。这个局面确实，这个还是挺大的啊。这个45分非常补啊，那局面比较封闭。马克戴维斯即便上手也很难形成这连续的得分。嗯，丁俊晖可以选择把这个红球啊打下来。升降机打法，母球留在上边，红球下来。哇，这杆球没打好，怎么打直了？二次撞击，这个不好啊。马克戴维斯可以选择直接来叫粉球啊，或者是黑球啊，叫蓝球。角度比较大，还不太好控。看一下马克戴维斯这一杆的处理啊，高杆两库也可以。嗯，选择了高杆两库，想来走粉球，但是没有避开蓝球。哎呀，这个马克戴维斯这手感啊，冰凉冰凉的啊。即便打进啊，也是没办法去叫到彩，叫到下一颗红球。哎，这颗球有没有下？就底库这一颗球有没有下？这颗球有下吗？有下那就太爽了，那个助攻，马克戴维斯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，白求恩，斯诺克白求恩。嗯。有角度啊，有角度，第一杆来带散这个球队了，发力。哎，完美避过。这样就不太好。这颗球啊，打超级包球啊，最好是，哦，他丁俊晖没有选打这边啊。就薄球啊，嗯，马克戴维斯就轻轻一库来勾就行了啊。一诺房间啊，在抽 LP 的台球杆，大家可以过去参与。390653，丁俊晖还是尽量啊，就是打薄一些啊，不改变这个四颗红球在底库这个位置啊。
马克戴维斯在打的同时，要防止这个红球要留在这个库那个袋口附近的话，要规避一下，他可能要加点右边的旋转啊，加了右边的旋转到绿球这边来，效果还不错啊，利用绿球挡住了这颗。丁俊晖啊，这颗球的薄球啊，这就是要拼准度了。打薄了。马克戴维斯这杆球打嘛，又不太好叫球啊，不太好下杆法，能不能避开这样出来啊？高杆来打，带到了篮球，看最终的一个母球落位。哎，还真不错啊，这一杆效果。这杆效果打的直接可以来连接这颗或者这颗，这三颗球都有下的。这盘球现在还真不好说，还好绿球的位置相对来说有难度。感谢这个彩云翡翠的粉丝牌，谢谢。黑球这边有没有下球啊？直接把这个直球啊给打了。不理想，这向上的角度啊，这还不太好控了。这杆球，这杆球。这杆球真的是打黑球的话很难连接啊！看一下戴维斯怎么，有可能高杆一库啊，或者是低杆来顶一下粉球啊，顶一下粉球做定位。哎，没有顶的话形成了这又要拿架杆了，而且这个角度不太好控球了，这球不太好控啊。下杆啊，从黑球底绕出去叫粉球，两库，就是这样来走，行不行？哦，选择这样来叫也行。可以连接上了啊，那就有点危险啊。确实，丁俊晖这下，我们来看一下难度，可能就是黄球和绿球这边的有点难度，其他的都是有下球的，都在点位。裁判啊，裁判是来自德国的马塞尔。这个。现在30分，戴维斯必须得清台才行啊。22。这角度还挺舒服。好球，好，我们现在就看这杆绿球的一个连接啊，黄球连接绿球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没问题啊，这一杆控制非常好。这都在点位上面，绿球一个小低杆一打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丁俊晖，
这盘有点吃亏哦，感觉。34。哎，有问题。这角度这么大，是否要一库起来？一库起来，看一下力度。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马克戴维斯今真的是这杆处理的质量很高。本来是已经失位了，老将还是有实力。1:1。49。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。喜欢看我划线解说比赛的朋友，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，卡个牌子。大家留虎粮啊，记得留给咱们直播间啊，待会儿可以抽这个薯片的。只要过百，今天咱们就抽1680的球杆啊。希望丁俊晖能够打出手感啊！我们知道丁俊晖他的一个能力绝对是世界一流的选手，但是就是打比赛有点少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。就希望他本赛季啊有更好的表现。他上一个冠军是在2019年英锦赛，所以如果说英锦赛他没有太好的表现，扣除这个20万英镑的话。有可能会掉出前16啊，到排名30左右，所以这个时候丁俊晖需要更好的成绩来巩固自己的世界排名。斯诺克阿邦，你就别跟人家争嘛，对吧？就舞台的种豆又开始了，刚才犹豫的，现在下手啊！点击直播间下方转盘 logo 啊，这个获得更多的这个更大的一个中奖概率。哎，开球的质量不错。能不能看到这个球？看不到就要来解球了。好像还能看得到啊，能看到多厚？如果是能打到这个那个位置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啊来沉底。哦，不会吧，打超级薄球啊！看来是看不到那么厚啊，所以没办法，被迫的。这个结果还不错。结果还算不错，看一下丁俊晖是否就是防守啊？哎，蹦到带口去吗？哎，哇，就留在那边了。戴维斯等的就掉下去啊，自己有个守摆位，但是现在是带口球。丁俊晖对于斯诺克这项运动啊，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，就是推广斯诺克啊，它起到的作用，打开了这个亚洲市场，世界上最大的市场，中国市场，就是因为丁俊晖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啊，更多的国人才关注这项运动啊，所以他曾经是多年啊孤身作战啊，在英国。2005年获得自己个人的第一个排名赛冠军啊，中国公开赛。2006年的时候，就去到英国啊，获得了北爱的冠军，北爱杯的冠军，很不容易。
所以他承受的压力很大，大家因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啊，都是说就神童了，是吧？亚洲球王了，这荣誉越多，他的那个大家对他的期望值越高，所以这媒体呢给他施加的压力也很大，所以我们还是作为球迷啊，还是多多支持啊。现在最好的掩体，如果是能加右塞的话，是最好是可以往这边来啊。但是要加一点点右塞，但是丁俊晖这个球位能不能打出右塞呢？能不能打出这种效果呢？他是打后一些啊，因为下不了右塞，就是往这边来抓这个掩体，非常好的效果。马克戴维斯又头疼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丁俊晖这个现在他这个对手是最合适的，最合适的一个对手，因为对手的实力、精力啊，现在毕竟是年龄比较大了，精力也是不是最巅峰期。再说就是他们的那个交手记录啊，10-2，丁俊晖的优势还是比较大。这样的话，一上来啊，九输战阵嘛。那么，就如果是有这么一个对手的话，他的自信啊，打起来啊，自信一些。一上来遇到一个顶级的球员啊，他那种压力就更大一些。相信丁俊晖应该是能够顺利拿下这个比赛的。来看一下啊，直播间里边。我们如果是支持丁俊晖的，就扣下一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给丁俊晖带来一些好运。这杆球是有进攻的机会。这球是带的防守来打，是两库可以回去的。这球是好像是有进攻。嚯，好球啊，漂亮！你看你们一扣一的话，丁俊晖这个手感运气啊又比较好了，是不是？祝他现在开启100京东卡上电视，为丁哥加油！你们在主舞台扣一的话，我可能看不到啊。你们的弹幕我看不到，大家如果想跟主播互动啊，可以来我的直播间，画线百家，点那个画线百家那个按钮，摆回去。哦，在这边打，在这边打，马克戴维斯还真的这不太好打啊，这球。同时要跟大家预报一下，今天晚上9:30，曹宇鹏对墨菲的比赛，我也会为大家划线解说比赛啊。只要是曹宇鹏的比赛，我都会，就是尽量不错过任何他的场次。可以解开黑球了啊，这个球可以把黑球给解开。好球！昨天没看到我啊，昨天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那个粉丝群里边啊，高级粉丝来到广州来看望我们啊，昨天就给大家请假了。戴维斯又是一个大难题，怎么走啊？这个红球的分布的面积啊非常广，所以线路都受限了。
这颗球进攻，但是很难连接。这样，这颗球有没有下？这颗球可以打那个十字回球啊，做防守的话可以十次回球，可以这样来走。嗯，就是这个十字回球，它是加了右边的旋转，选择了两库，就是为了避免啊形成这种二次撞击。嗯，我们加入到我们的画线百家高级群里边啊，有很多线下的活动，我们还有一个叫百家联赛啊。也是给大家各位球友，就是有赞助的。我们首先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高级群里边，卡爷牌就可以进入我们这高级群了啊。嗯，这盘球丁俊晖已经是获得12分啊，都是空杆，都没打中。就是要打超级薄球的时候，压力比较大，干脆丁俊晖摆回去吧。五级粉丝啊，五级粉丝就可以进我们的那个球迷群。嗯，这杆球要打超级薄球啊，不能打厚。哎，他是选择是否要选择沉底啊？嗯，哇，还是选择薄球，挺倔的一个老头啊，必须要薄到，薄不到不吃饭。嗯，好球啊！母球的位置漂亮，啊，掌声掌声，扣一下一，太牛了啊！感谢新红员的高能预警，谢谢谢谢。在比赛通过这种防守啊，慢慢的熟悉这个球台啊，挺好的。中袋漏了吧？中袋有没有下？这颗球肯定是有下球的，这颗球有没有下？It is touching ball. 这颗球肯定是有下球的。哦，贴球啊，touching ball。嗯，变线了啊，这球没处理好。怎么样，卡爷？卡爷牌就是送1314，荧光棒而已，1314就行。嗯，也是薄球啊，好球。能有这颗还是尽量啊，让这个母球往这边来会比较好一些啊，带点左边旋转行不行？选择了两库，也是往这边来。嗯，好球啊！非常好的效果，这戴维斯头疼啊，要打薄球，也是一样的啊，掩体就是往这边来抓，咖啡球这个地方。
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就斯诺克选手啊，他们在打比赛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找的是掩体，就母球在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。现在丁俊晖可以选择一库啊来解这个球，尽量把母球就停在这个库带口附近就行了。看一下是不是这么选择啊？果然没错。嗯。没错啊，嗯，这杆球看一下线路还是选择比较多。第一个是打薄球啊，打这颗球的薄球往这边来，啊，这是一条线路。打这颗薄球的话，相对来说难一点。这颗球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线路也是一样的，啊，没走啊，没走到最好的位置，打薄了啊，这算是一杆防守的失误。嗯，好球啊，又是这个掩体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顶级的球员，他们的想法就是掩体拿最难就给你拿。这咖啡球这掩体被丁俊晖利用的真的是太淋漓尽致啊，太漂亮了。啊，说147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项运动。这项运动要打147呀，这种球形可打不出来啊，没人能完成。你们打进一个红球，打进一个黑球，你们就叫147。这现在对自己对那个球员的要求太高了，这一杆制胜已经很不错了，这球星太难了，一杆制胜都很难了。哎，这杆球蹭到稍微厚了一点啊，现在形成了反角，可以顶一下这个红球做定位啊。那顶到这一颗的话，就是定位。啊，哎，顶的位置不对呀，顶的是右了一点啊，这要顶正了啊，就定在这边，就有这颗球。结果我是顶到这个红球的右边了啊。嗯，丁俊晖看这个表情啊，发现不太满意啊，断掉了。断掉了，咱们怎么来？啊，而且现在抓不到这个掩体啊，没有线路可以直接去到那个掩体啊。那现在能走的掩体是哪里啊？不好走啊。这颗球，薄球，两库走行不行？往这边来走行不行？哦，还是四库来抓这个掩体啊！牛啊！哼，没有坐上啊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丁俊晖真是太狠了啊！我们说走到这个区域就行了，他就是想抓那个咖啡球，
最极致的位置。刚才 K 球稍微差一点点运气啊，杆法低了一点点。嗯，这杆球是有线路啊，有线路出去的。嗯，哎，带了右塞，不会摔带吧？真的是摔带啊！看我这乌鸦嘴，不好意思啊，戴维斯。不用谢，丁俊晖。对，斯诺克界白求恩啊，老是送分。哎，这球有下球吗？难道有下球倒是可以有线路回去啊？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的啊，母球往这边来走。嗯，没打进。哇，后斯诺啊！这个戴维斯此刻心里怎么想啊？肯定没什么好话啊！你们估计他在此刻想什么？这倒霉孩子啊，天天给我来前斯诺克、后斯诺克的，哎呦，帅带，斯诺克白求恩啊！送分送到你感动，这球防守还是怎么样？好，选择这球的防守，这球还真是啊，可以又来到这边来了，要不要来？他是选择两库过去。两库过去，这杆质量一般啊，这杆球的质量一般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。嗯，这颗球的线路要稍微打厚一点啊，这还是奔到这边来。哇，不会吧！怒了啊！马克·戴维斯啊，大喝一声：“老娘跟你拼了！”打进之后，篮球进球的角度好像是有点太窄了啊！直接来连，先连这边吧，轻轻推进啊！嗯，好球。Six. 嗯，这杆球，他是来看这个粉球这边底带应该有下球啊，然后直接来一个中杆偏低一点点，哎，好球，下到，三。嗯，对啊，大喝一声。老虎不发猫，你当我是病危了？哎，打薄了这杆球啊！这杆球算是不知道这颗有没有啊？有的话可以连接粉球，很清左楚。边的中袋。嗯，手架不舒服。没问题，这三四颗球没问题啊，这四颗球比较容易叫，然后就关键剩下的那六颗啊连接上，因为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，丁俊晖是领先的。20. 欢迎我的守护啊，猩红猿回到直播间。
嗯，直接有这边的角度，灯多一点点会比较好。对啊，这是我发明的啊，咱们直播间就老虎不发猫，你当我是病危，对吧？人家是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是吧？咱们这个系列不一样啊。这杆球推进之后形成的角度不太理想啊，这为什么叫做这种角度呢？这控球有点难度啊，要避开那个红球才行。推库力度，好球好球，这杆球的力度控制其实是很有难度的，漂亮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彩云。这球留这种角度会比较好。然后这杆球，叫这颗好像是简单啊，但是这个球的角度，就边上那四颗怎么处理？就打红球的时候可不可以带一下？就现在能不能带一下？发点力啊！一库之后带这颗，要不要？当然，他可以推一库起来先叫粉球啊。哎，真的是带了啊，漂亮，效果很好。马克戴维斯今天感觉到还真的不错。就两次啊，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，一获得机会之后，今天刚才这一杆是拼出来的，刚才这一杆是拼出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已经是反超比分了。哎，出问题了，这颗球的角度太大啊。这颗球的角度太大，要不要？它还是低杆的话，能不能走到这种位置啊？角度很大啊。哦，叫了个大角度啊，它牺牲的是这个角度。低杆赛啊，来顶一下这两颗行不行？低杆的左塞，漂亮！这个真的是厉害呀！这球漂亮，这杆球又是可以啊，两库来走，走个小面，可不可以这样来走？哦，他直接来走这个窄位啊，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，走到这个位置还是有难度的啊。留个角度，没问题啊，非常稳。这个但是好像角度不太够了，这一杆粉球不太够了，这个球不好，这个球有可能会断掉，要直接来 K 这两个球。断掉了，生预测是吧？不用谢啊，丁俊晖。
现在34分啊，丁俊晖还有机会，台面还有43啊，咱们要淡定，朋友们要淡定。好球，好球，这样的话，戴维斯被迫要打这个库边的红球啊，这样的话就是难题呀，丁俊晖的难题，戴维斯要来帮他解决，所以戴维斯啊也。轻轻的颔首，表示啊，肯定啊，这一杆打得漂亮。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果然出问题了。嘿，丁俊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现在看一下34分。没问题啊，这一杆也很到位。一个 stun 叫同一个底单，你们要心理素质要好点啊！斯诺克比赛就是这样。丁俊晖，这杆球角度比较大的话，可以选择一库啊，弹一库起。哇，直接来叫，刹得住啊！还行，挺好。啊，再一库，然后叫个，最好是叫个这样的角度，叫向左的角度会比较好一点。好球。哎，角度有吗？这得高杆了吧？高杆两库来走了。高杆两库，哦，一库走得到，没问题啊。就怕出问题啊，幺蛾子这个时候。非常到位啊，到位，没问题，安排得妥妥的。这球继续一库来走，走得稳一些啊。还行，他走得比我画的线更近一些啊，很好。这最关键的就看黑球了啊。大家不要说话啊，不要吵到他。哎呀，就是你们那个键盘声音太大了啊，丁俊晖受到干扰了。哎，还好，运气不错。这球确实很难啊，就是粉球走黑球的时候，距离角度啊。都不是最佳。好球啊！这是，哟，力量轻了，力量轻了。最佳的效果是黑球在这边，这个母球在这种位置，就它防守的很难啊。但马克·戴维斯啊，我们叫什么？斯诺克白求恩朋友，看能否打进这个黑球。这个斯诺克白求恩，对啊，送袋口，对了，嘿。
谢谢啊，不用谢丁俊晖。好，我们又大家准备啊，虎粮抽这个薯片，六根薯片啊。祝他的朋友喜欢我的解说，来支持我，来我的直播间点订阅卡牌子。什么味儿的薯片啊？它是多种味道的，有烧烤味，有多种的啊，不是六罐嘛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叫百家神助攻。这三局球打的都比较纠结啊，就是丁俊晖还需要就更多的比赛来热身啊，就太久没有比赛，确实是需要多打一些比赛，然后来适应这种氛围球台。四局中场休息的时候啊，我们将会抽这个加倍左岸的顶级红酒。而且我们这次赞助商啊，赞助的是加倍左岸最高的一个系列，马瑟兰系列啊，顶级的。就等下一盘中场休息十五分钟的时候。朱武他那边想要跳转到我的直播间，你可以看到有个发现百家的按钮啊，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直播间了。点个订阅，送点虎粮就可以免费参与这个上电视抽六罐这个薯片的一个活动。多好是吧，把你们安排的妥妥的，喝的顶级的加倍左岸，吃着薯片，看到顶级的比赛，多好啊！太爽了。这个中带敢不敢拼啊？刚才那一杆的逆转啊，确实对马克戴维斯的伤害比较大。选择了加力来打，好球，绿球啊，先来。就是连接这个红球吧，这个球形啊是有利于连续得分的啊，这杆球，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最好打高分啊，就是有那么三四颗球啊，有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球堆，就太松散反而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母球的走位啊，所以这种球形是最容易出高分的。给杆球推过来这边也行啊，来这边也行，看角度。选择了，好像力量轻了吧，撤球断了吧。三。
这球还有下球吗？有下球的话，会顶到这黑球啊，把这黑球往这边袋口这边来顶。没顶好，这个球不开心了啊。这样可以先做防守了吧？就是刚才那一杆蓝球连接红球的时候，力度啊，相对比较差。精彩比赛的同时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啊，台球帝微信公众号，非常专业的台球公众号。台球帝呢还会经常送球杆，大家微信搜索台球帝即可关注。打进了黑球之后，但是是没有连接了，现在又是要做防守了。路砍十八分，大家啊都是比较支持丁俊晖啊，然后也很关心他，所以呢，反而是看他的比赛更紧张一些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锻炼大家的一个心理素质，多好。要淡定，没事的。这根球能否抓到这个绿球上面来？能否往这边来走啊？他还是选择了往黄球这边走。黄球这边走，这个球有下球吗？主舞台的朋友们，免费的这个包邮的薯片还剩三分钟啊，还剩四分钟，大家赶快跳转过来，送虎粮就可以那个参与了。薄球啊，这个底库的这个薄球，但母球，母球果然是带到那个红球。还有一个方法是这样来走啊，往这边来走，行不行？哦，他选择了更低一个杆法，先交上面那颗，也是很好的，也是好球。马克·戴维斯1972年出生啊，现在快50岁了。他的风格就是中规中矩啊，特点，风格就是比较稳健。推下来就行啊，推下来叫黑球上方的这两颗，这个红球，这个红球都可以叫到。错。不听。一个低杆，哇，现在可连接的这个球形，基本上一杆制胜的机会已经出来了。20。哎，这杆球出现了一些问题啊，这杆球出现了大角度，
大角都要不要第一杆直接来走这边啊？横过来，高杆一库也行，高杆一库吧。高杆一库出现问题了，嗨，杆数这个还剩50秒钟啊！这个虎粮抽薯片，主舞台赶快啊，跳转过来偷塔，点个订阅就好了。点了不？这样的话，母球往绿球那边走啊，就往绿球这边来啊。没打准啊，这个哇塞！球是属于没打准，算是失误。这么好的球星，丁俊晖这杆进攻啊，从这个可以绕出去的，往上走啊。防守为主。现在的掩体最好是这个位置啊，可以做得很死。但是戴维斯目前是感觉好像是没有这条线路。那打这个球吧，打这个球能不能加点右边的旋转啊？往这边来行不行？没有加右塞啊，没有加右塞就做不到斯诺克。这颗球还是啊，掩体还是这个位置会比较好。要加右塞，看一下是不是要加右塞呢？应该没问题啊，应该是往这边来的。哎，右塞还是少了一些，加了一点右塞，但是还是少了一些啊。打进丁俊晖，打进长台，好久没有看见丁俊晖打进长台了。要知道，丁俊晖刚出道的时候，他的长台准度是非常好的。这高杆能不能两库来走？就是走这颗球。哎，两库，哎，好球啊！比我们画的线更好，质量更高一些，就是为了叫这一颗。看一下粉球左边的底带有没有下球，这球可以继续来过渡一杆啊，蓝球过渡一杆，好球！哎，怎么走那么远？这样的话，篮球的底带，这我画的有点业余吗？这是他走的不好，好不好？这组合球吗？难道有？主舞台重斗还在持续进行中。刚才犹豫的时候啊，现在下手也不晚。点击直播间下方转盘 logo，分享直播间可以免费抽大奖啊！今天为了应援这个丁俊晖，主舞台还特意送出小米手机一部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台球不闹腾啊，这微信公众号。
这里边的信息是非常全的，就第一时间可以推送这个各大赛事的签表、赛程，掌握这个赛事的核心信息。这杆球可以选择低杆两库来走吧，估计低杆两库来走吧。哎，刹得住啊，角度还在，用低杆可以刹得住。如果角度再大一点，就要低杆两库了。这杆球是有一点点偏直，因为粉球待会儿是要一个略微向左的角度啊，来连接下边这两颗。慢停。这个角度，高杆一库吧，高杆一库来走这边来啊，高杆一库，好球，不错啊，25。有点别扭啊，再多走了那么一两颗球位啊，这样的话就打左边这个还是推一库。推一库起来叫粉球，26。好球。再把这个球处理掉。最好是杆法低一点啊。哎，原来是这种角度啊，原来是一个向右的角度，向右的角度。待会儿黑球来连接这一颗啊，可以走得很近。这球是否有点太直了？太直的话就没办法叫黑球。高杆一库来叫黑球吗？高杆一库来叫黑球，要略微向下的角度，漂亮啊！这样球很好，最完美的手摆位，这一杆球。高杆带一下红球，哎，不要把它带进去啊！哇，这个有点黑呀。带一下红球，力度带大了啊！这杆球，这个一石二鸟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！丁俊晖来打，丁俊晖这一杆还不太好打啊，这杆球落后了。21分，这球不好打，容易二次撞击啊，这种角度。好球，漂亮啊！这已经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了，但是还是可以进攻。这杆球看能不能最好的一个效果啊，是到咖啡球上边啊，一库，他没有走这条线路，这杆质量一般，这杆质量一般啊，反而是马克戴维斯获得了主动的一个优先权，戴维斯可不可以把母球往这边来走？打薄了一点点啊，没有利用好这个绿球。
这个球戴维斯也有点小难度，这个球不好，就防止这个二次撞击啊。看一下戴维斯怎么处理。丁俊晖这球进攻没有什么意义，还是防守啊？母球能不能抓到一库来抓到绿球这个位置？这是一条线路。还有呢，就是干脆就是两库往回走，这边来也行，看丁俊晖的选择。哦，这样，哇，也是很好，这效果也很好。丁俊晖的考虑是把那个咖啡球啊，带出来一点啊，方便待会儿有机会上手的话，可以一杆制胜，而且形成了斯诺克一石二鸟，非常好的效果，非常好的效果。这杆的控制啊，绝对是，这对力度的把握绝对是大师级的。哎。丁俊晖获得了一个做斯诺克的好机会啊！要中低杆一库之后，就把母球控制在这个绿球这边就行了啊。这个黄球三库到下半台来。哎呀，杆法不够低，走多了，露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划线最主要是探讨这个运动员他的一些思路，特别在防守端啊，就是他的选择会很多，很多线路都是合理的，都是成立的。哎，丁俊晖迎来了非常好的逆转机会啊！这个斯诺克白求恩，真的这个外号已经是坐实了啊。不舒服，手架不舒服啊，有点准备不足。刚才这一杆，就身下有球啊，身下有球，感觉出杆的时候身体有点别扭啊，没打进。这杆球还可以低杆一库来带一下这个绿球啊，带了一下绿球，没带好，直接带到。这球还有反薄吗？没有超分啊，23分，台面还有25。还有机会，这盘球还有机会，看能有没有坐上，有没有坐上这个斯诺克。然后这杆球是否能够，这盘球如果是逆转的话，对于那个马克戴维斯来说打击就太大了，所以丁俊晖一定要把握好机会。3比1跟2比2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！还是防守吧，往这下边来走。选择了把咖啡球给打走，不好思路啊！好思路，而且好像是已经坐上了。
这有运气的成分啊，咖啡球来的这个位置坐上这个丁俊晖，是确实有运气的成分。丁俊晖选择了扎杆，S 撞击之后，诶，效果还行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杆球不好打，两边分。不理想啊，这杆球不理想。那么马克戴维斯就是奔着这条线过来啊，而且有可能会把这绿球啊这样子往这个袋口里边翻的啊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么选择啊？对，就奔到这边来的，他是差了一点点，篮球有没有遮挡到？这一盘现在还不好说，还真的不好说啊。很重要的一杆，哎，这杆球啊，可以解正的话，有机会反做斯诺克的啊，要解得很正。要解得很正。哎，漂亮啊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。这杆球。但是咖啡球啊，跟这黑球绑在了一起，这样的话，即便有机会啊，也要处理一下这个才行，否则就没办法一杆制胜。看一下效果，有没有机会？不是特别舒服。这杆球防守都挺难的，干脆这样，丁俊晖能不能这样，就是把母球直接把绿球啊往这边来，就是薄球啊，就一库，也不行，看一下丁俊晖怎么处理，是不是把绿球来往这边来？哎，想法是对的啊。哎，篮球还形成了斯诺克的效果，挺好，这效果还不错啊。能不能看到薄边？但是即便看到薄边，也是，母球是很难控制的，所以马克戴维斯这一杆是挺被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。有机会给到丁俊晖，哇！蹭到这个粉球，这个运气太好了，这运气真没谁了。这还带点右塞来解吧。
哎，好球，哇，漂亮！这个各自反助啊，而且这一杆球就比丁俊晖的，如果是看不到薄边的话，那就难解多了啊。还能看到薄边吗？能看到薄边？能看到薄边？现在解开，现在主动权是丁俊晖的。丁俊晖可以选择一库之后啊，母球一库回到这下边来吧，力量大了吧？看一下粉球能不能拦住，太大了力量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将会抽一瓶加倍左岸顶级红酒啊！待会儿我们可以有个视频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奖品。哇，漂亮！又形成了斯诺克。哎，还有薄边啊，能打到薄边，两库还是可以往这个下方来走。不要碰到粉球就好球啊！没有形成斯诺克。现在咖啡球的一个位置啊，不利于进攻。嘿，这个时候绿球啊，就往这边来打吧。薄球上去啊，要把咖啡球和黑球解开。不会吧？这是不是他的本意啊？就是没打到薄球，丁俊晖抬手向那个马克戴维斯示意了，这不是他的本意。他本意就是打薄球，让那个绿球来撞这两个球，这要解开的啊。因为自己落后，必须要来解开这两颗红球的，的那个彩球的。看一下这又有没有机会？嚯，不好打。还有这一杆可以打一个。半颗啊，让绿球来这边，然后母球的话可以滑到这边来，行不行？用力度来控制。这样啊，这样主动权就没了，这样主动权就在马克戴维斯这边了啊。马克戴维斯可以来主动的打防守啊。要不要翻袋？啊，这局面确实对丁俊晖不利啊！最关键是咖啡和黑球这边，在合适的机会还可以改善一下这个局面才行。这个时候不要摔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吓死啊！你这一摔袋就超分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丁俊晖，这杆球可以主动来做防守了。两库之后可以到粉球下边或者是蓝球这边，最好就是往咖啡球这个位置来走，行不行？有没有这条线路？就是如果是打这边的话，得要把力度控制好，不能留袋口啊。哎，他选择的是另外的这条线路，这边四库的线路吧，四库的线路。
哎，好球！哎，好球啊！这球，这马克戴维斯还不太好弄啊，因为后斯诺来接球，估计得要挤到这种位置。不对啊，没有弯这条线，摆回来，摆回来。紧张，现在这战况焦灼啊！紧张之余呢，主舞台抽奖100元的京东卡，给丁俊晖一点耐心。嗯，解到了。嗯，这杆球折线能不能这样来走啊？但这球折线走的话，那个绿球也会上来吗？不是，他打上边也不对，上边也不好走啊。这个母球如果是上一颗球位就好走了。嗯，看一下母球的落位力量，露出来了。哦，还是遮挡到一部分。带口球，有木有？不，刚才即便那个母球摔带啊，还是可以要求摆回啊。继续来这边。嗯，丁俊晖这杆球怎么打？哇，还好啊，这球还是比较安全。这球说进攻的啊，就不知道这多难啊！长台，而且是母球的位置比较离库比较近，这还是很难的，所以还是防守。哎，安全啊！嗯，这样的话，有可能会把篮球也弄到底库来了。这一库的方向好像是也是奔到这边来的。篮球来到底库，哎，还好啊，它这个力度比较大，结果变成带口球。能否啊？打到这个，就打这边啊，母球薄球回去。利用粉球有没有坐上？啊，没有解开啊，这咖啡球这边没有解开。戴维斯。
这个直接给白求恩先生啊，又来了。有角度能不能直接来 K 黑球啊？好像有点直啊，直接来 K 黑球行不行？能不能做到？啊，不行啊，他最理想的一个那个是 K 黑球叫咖啡，结果杆法低了啊，没有控好。嗯，打走之后，stun 啊，母球能不能推到篮球后边来啊？篮球后边清了，粉球有没有挡住？粉球下球应该是挡住了。还有下球吗？难道真的有下球啊？这样戴虎戴维斯胜出了。2-2平。我们15分钟之后啊。